我们是住在一个公寓，是运动员公寓。然后它离我们的训练房也很近。一共有六个小朋友。我叫李流亮，今年11岁，我是一名运动员，体操运动员。我的梦想，身为一名体操运动员，我的梦想自然就是走到体操最高点，就是拿奥运冠军。刘璇姐姐，她就是我一直想去努力的一个目标。从体操上面我学到了很多东西，但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坚持。我最喜欢的一个项目就是平衡木，平衡木它就是虽然它很窄，但是我站在上面就有莫名的亲切感一种，就是别人站在平衡木上摇摇晃晃，但是我能站在平衡木上很稳，跟在平地上没什么两样，总感觉能跟平衡木融为一体。教练说我木感好，我个人认为韩流是长得比较漂亮，他对我们很亲切，我特别喜欢他笑起来，他笑起来好甜，我们都喜欢他。所谓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，他就是我们的父母亲。
我们一三五是六五点四十五起床，然后出早操，差不多7:10-7:20然后下去吃早饭，然后7:40我们就在楼下集合，准备去上课。然后最后一节课下课是12:05，然后我们12:30大概回到宿舍，然后我们就去吃饭，然后吃完饭1点上体操房训练。实际才能去创造更好的机会，你不能等着机会降临，你应该要乘势而进，抓紧时间去创造有价值的东西。结束了我体操运动生涯后，我最想干的一行职业就是当作家，因为我语文成绩比较好，作文也写的比较好，然后经常看课外书。Što raste, htjelo bi da raste. Neka raste i treba da raste. Sve što cveta, htjelo bi da cveta. Neka cveta i treba da cveta. Neka gleda sve što ima oko. Svako krilo, nek leti visoko. Leteti, leteti, lepo je leteti. Živeti, živeti.